董中山大使是在今天下午去到美国，前往西印度群岛的多米尼加的首都圣多明各旅行。外交部次长杨锡坤以及董中山的亲戚和朋友都在机场送行。董中山大使这次前往多米尼加是接替前任的多米尼加大使孙邦华的一切。孙邦华。